像我们想要证明 A B C 不会等于发生 B X Y，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给这个声音大一点。麦克风号是 A 加 B 就会等于 A， 然后就把 A 加 B 运出来。看，然后这里跟这里应该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这一块会等于这一块，这一块也会等于这一块。